工地现场被水淹满，像是一座大型湖泊，旁边大排的水还在不断往外流。不止工地淹水范围持续往外蔓延，居民担心水会一路漫进农田民宅。吊导排只要溃堤就对了，目前伊的满水位是高于啦。高于咱社区内底一平均半楼以上啦。淹水的地方是云林的口湖，但明明台风已经远离，也没有下雨，怎么会打淹水？嘿，今麦好恁叮当来开始会漏水漏足严重啊！希望恁过来就对，恁来爱规齐条件。原来这个祸首就是这家能源公司，他们最近在施工，却造成尖山大排底部破了一个大洞，居民抗议声不断，县府第一时间请厂商抢修。第一阶段，我们先让它这边部分停工，然后把这个灾害先确认清楚之后，提出相关的灾害复工的相关的计划。目前渗水已经止住，县府要求厂商停工，也会持续追踪损害的情况，并要求厂商要确认施工过程不会污染养殖供水系统才能复工。这云林综合报道。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？再跟大家介绍，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所以呢它比较温和。怎样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，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，好，但是呢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很安全。好，那怎么买呢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，好，就可以买到。